还有游玩的画面，那就感谢各位，谢谢。好，谢谢贵宾的掌声，谢谢。那我们可以把我们身上的救生衣脱下来，放在我们的座位上就可以了。那等一下离开的时候，不要忘记各位贵宾随身所携带的行李、包包、眼镜、帽子，不要忘记带喽。那等一下我们会锁靠，锁靠的时候一样哦，不要把手跟头伸出去，也不要把靠我们缆绳靠太近。好，等我们从完全停靠完毕之后，我们再来稳步上岸。那在这边也预祝各位贵宾有一个愉快的假期，祝各位贵宾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这样啊，哦，较好啊，有无啦？安姐，哎，你们有买那个啊？那二姐，二终于买给我。哦，二终。一个颜色都不一样。小金鱼啊。你们在这边等，他自己开车。哎、欸，你那啊，过来一边呢、欸。
回到了啊。要跟他讲话。Ha ha ha.